今次咧希望可以筹到5万蚊，5万蚊咁上下就俾各个社团啦，各个社团。森林医院系就系 major 噶，系我哋 major 嘅 recipient 嚟噶，系啊。如果计埋个 matching， 我哋有4万蚊噶。可以多啲，我哋有大約係5000蚊會俾係呢個多福醫院啦，即係呢個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，就有我哋嗰個 youth 嘅，另外一個 organisation 係叫 Youth Assisting Youth， 佢係一個 United Way 嘅 member 嚟嘅，亦都係一個類似 Big Brother 嗰啲 organisation 啦嚇，咁佢哋其實 actually 已經喺 Toronto 有30多年嘅歷史㗎啦，我唔知道各位有冇機會聽過。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charity 的 organization。 還有我們又會一部分的錢籌備神希樂善會，所以我們今次的那個主題和捐錢出去，我們真的老中青三代我都照顧到了。還有想解釋一下，那四萬元是要計算那個 matching 的，我們不是捐4万元給新年，係個4万蚊，佢計埋個 matching， 總共會有4万蚊。OK， 仲有冇問題啊？知名人士嚟參加我哋呢個發佈會，我哋有 Mr. Jean Shiu 嘅 President， 協群社區服務中心 Alan Ho 同埋 Mo Tam 係 from CSCS 嘅，多謝你。Ben Lam， Which Association 嘅 President， 多謝你。黎大師 ，Alvin Lai， 史家寶華商會嘅主席，多謝你。1, 2, 3, and my camera。可以。